SUV 是什么车？ SUV 是指运动型实用汽车。现在的 SUV 一般指以轿车平台为基础，在一定程度上既具有轿车的舒适性，又具有一定越野性的车型。 SUV 不仅具备了越野车的功能，而且又能在城市中行驶，通俗来说就是能在城市中开的越野车。按照 SUV 的功能性，通常分为城市型与越野型。城市型 SUV 更注重日常使用和休闲需求，而越野需求并不突出。而越野型 SUV 相对更注重越野需求，但是相比越野车还是有一定差距。SUV 的特点是强动力、越野性、宽敞舒适及良好的载物和载客功能。也有人说 SUV 是豪华轿车的舒适精细加上越野车的本性。 SUV 是轿车与越野车的混血后裔，与其祖先相比， SUV 更是如虎添翼。